一段毛不易参加年会的视频流出，出手豪爽，发给员工60000块红包。在谈到对团队工作人员的感谢时，毛不易表示用物质来表达一下感谢。我们准备了6个红包分给我想感谢的同事代表，希望能给你们带来好运。一共也就6万块钱，出手大方，引得现场欢呼声连连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